这个花开了，好漂亮哦。你是这个花吗？嗯，是。我撒的这一片，我都撒了好多，到这边。哎呀，不要在这边了，快点帮我剪两个黄皮，这黄皮熟了。你不知道自己摘啊？我摘了，明年不就挂果了？你想赖我啊？开玩笑。都还没，你看，都还没，都还没有熟的，都没有啦。是不是你摘的？我怎么可能会摘？这个树是我去年是种的，第二年就挂果了。哎呀，要不要我喂你嘛？可以。这个是鸡心黄皮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。这个只吐在这里，明年是它又长出来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不行，算了，明年是要长。哎，你慢慢吃，我去喂鸡去了。你去喂鸡啊？嗯。哎，那等我啊。我也去看一下我老公喂鸡，他买那个鸡是给我补身体的，看那个鸡长得怎么样了。那个鹅不过来，明天把它杀吃。就知道吃，还留着生蛋呢。他都不理你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两只鹅，它也是小的。你看这些鸡，乖乖。都等着想吃了。可以，全部都可以吃了我。下来了。全部都可以吃了我。等那个鹅下来一起喂。哎呀，不下来算了，等下大都喂它。好快大啊！嗯，到时你生了一天，给你杀一只。那你这里有没有多少只啊？看一下，三只，三只，六只，九只，只有九只哎。走吧。那不够，到时再去弄几只回来。这个鸡饿疯了，一看到这个玉米籽。特别喜欢吃，喂，他怕鹅。还不够我几天就吃光。哦，你有这么厉害？一只鸡最起码杀了能吃两天，你一个人吃的啊，别人是不能吃的啊。这个鸡为什么？这个鸡是专门为你养的。这个鸡大的挺快的，上次买才一斤多，现在估计有的有两斤多了，全部喂这个玉米的，再去搞点玉米给它吃。我是想那个鹅下来再喂多一点，那个鹅不下来，你去把那个鹅赶上，我去再搞点玉米。我想吃这个红色的这个。特别喜欢吃。那鹅不下来。不下来就不下来喽。我老公说，啊，这些鸡是给我拿来补身体的，因为还有。差不多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，这个鸡我在想，饺子鸡够吃吗？不知道到时候还要不要再去买一些回来。你看它在那里好有耐心啊，累累累累，一直在那里。不下来，等一下就给鸡吃完了。